这个大家都喜欢听相声，哎啊，做个相声演员也不简单，是啊，啊，都什么都得学，我都要学啊，你们都得学啊，好好学，哎啊，嗯，我现在是不能再参加演出，怎么了？啊，这个就算工作需要吧，啊啊，最近领导上决定了。把我调到这个北京的中央医院那儿啊，现在呢当教授啊，准备就任教了啊，这个要负责全校的上课了。现在您等一下，嗯，您调什么单位？调到北京的中央医院那儿啊，当教授了，负责全校的这个学生们呢？没问您负责什么啊？怎么一到这具体单位含糊其辞？谁含糊其辞了？你，人家都明白，你怎么不明白？谁明白呀？啊！再来一遍，怎么了？慢点。调到这个，你找你单位干什么？不是，我这听听。我就怕人问我单位，啊、我明白。调到北京啊，中央啊。音乐学院在那儿，现在负责呢给学生们上课了啊。音乐学院这个全校嘛，课功课课很多，所以就累一些。行了啊，哎，教授，您这动作手是带出来了，哎，习惯动作。怎么了？一看我就知道您教什么的。教什么？指挥系，对不对？指挥手势给他们上课，你看好。那指挥有指挥系，系主任负责教他们，他就负责一系，知道吗？我负责全校，全校上课都得我负责，同志们，很累的工作。明白了啊！全校排练大合唱，这个您呢翻总谱。好，呸！怎么了？我这么大教授，我给人翻谱去？我负责全校上课呀，同志们啊！上课干嘛有这个动作呀？就是我一摇铃啊，啊，人就上课，知道吗？到了。累着呢，是是是，累的我这膀子都不行了啊！对对对对对，说了半天，嗯，您是工友，你这工友什么态度？很尊重，还是的吗？对你说法有意见？说法怎么了？摇铃就摇铃嘛，干嘛上课给他们上课？你这不是？这当然你这种怀疑态度不能赖你啊，因为你不了解我的历史。是，哎，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个身世。为什么学校要提拔我当教授呢？就说是教学生呢。哎，因为我小时候那个生活环境特别好。哦，啊，我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地方，嗯，啊，方圆十里地之内就是个音乐之乡。哦，我们那村里头，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。哦，都喜欢唱。早晨见面你就得唱。哦，到时候工作了也是用唱。嗯，到商店买东西你都得唱，所以跟你们一样。哦，早晨见面都唱，哎，反正简单一句话吧，啊，我们整个这村不会说人话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唱，每天都这么唱。哦，就是唱，哎，打招呼啊，早晨呐，见面都。见面怎么唱啊？跟你一样啊。那怎么？你早晨你要见着熟人，你怎么跟人打招呼？起来，老张，您好，啊，这不一样吗？先生，我们就是用唱来表达就是了。唱出是什么样啊？一般都这样啊。没听过。这面，老张你早啊。这么回事。小王你好啊，哦，你吃早点了吗？你看没吃的，哦，你真没吃吗？我真没吃呢，拜拜。问了半天拜拜啊，不请客，没钱。那你问那么清楚，就为练练嗓子，到上班好用。哦，您想，我从小在那么一个环境里边熏出来的，哎，所以我这个音乐素养就相当高了。哎，什么叫熏出来的？啊，您少说一个字，啊，还一掏。对了，我从那儿呢就掏出来了。哎，对，加巧啊，不是俩字连起来熏陶。对，我从那么个环境里边熏陶出来的啊，所以呢，我这个音乐素质特别好。哦，后来呢，学校的学生也太多了，是啊，这个师资力量不够了。嗯，学校说怎么办呢？是，提拔几个教授吧。哦，哎，这样就把我一个，哦，还有一个烧锅炉的，好像还有一个木匠，我们仨人就改了教授了。那还有六个厨子呢，他们那是教打击乐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什么打击乐啊？啊，那几位不问啊。啊，你有什么特长啊？我呀，啊，教他们唱歌，就教唱歌。我教出那学生比现在的那歌唱家的歌星比他们强得多，是吗？你现在这唱歌会吗？会啊。知道怎么才能把歌唱好吗？不大清楚。两条啊？哪两条？头一条，这嗓子得好。
啊，先天这个嗓子得好，那自然条件。再有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，气息要好，有道理。我讲的气息不是肺气，你指的是啊？不是说这人肺活量大，唱歌就好，不是。丹田，底气这儿，这儿，丹田这气特别好。丹田气这儿得通。有时候你看我们单位呢，练唱歌的那人，不会练啊。是，早上起来找一钢琴，找一凳子往那儿一坐，猴啊，这是！嘣嘣嘣嘣嘣，就这么练，都这么练，练不行，怎么了？唱不好？为什么呀？你想，他这么那一坐啊，他底气就上不来了。都结到裤腰带下边了，你看，都奔了脚气了。所以你看，现在有很多歌星，唱一个歌唱完了，气不够用了，站台上喘，还有喘的？有啊。没注意，站台上这唱完了以后，抽完风了，拿着话筒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不落礼，听见，接下来，再给大家，演唱一首，我唱一首，希望您能，可怜的，喜欢，喜欢，我不喜欢啊。我花那么些钱，我看喘气的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我要看喘气的，我回家听我奶奶喘，好不好？对了，比她喘的匀实啊。对，肺气肿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教学生唱歌，既不能坐着，也不能站着，那得蹲着，蹲着，蹲着，往那一蹲，这儿多好，这么练。这腰不能塌啊。腰不能塌。这样它就通了，对不对啊？通了。然后把这两个前爪，对，手，把这俩前手摁在地下，一个字，手，就是手。把这俩手摁地下，挠住了地，挠住了，手指头抓在土里都不要紧，只要浑身能用上劲，这样就算成了。白天都不练，怎么？白天各种声音太嘈杂，对我有影响，不能练。那什么时间练？晚上，晚上，一般三点多钟吧。凌晨三点多钟，我就出去了，找一没人地方，什么小树林子里边，我在那儿练，有工夫来找我玩吧。不成啊，三点还黑着呢，不好找。好找，好找，好找。怎么找？就算你听不到我的声音，你都能找到我。那怎么找啊？你在树林子外边转悠啊。我转悠啊，你转悠啊。侯教授在哪儿练声呢？这是？侯教授，怎么了？那儿呢？什么呀？那树林子里边有俩绿光。绿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，我就在那儿练功。还有绿光啊！我现在只要我一用气，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。我这气功到一定程度了，那凭什么当教授啊？那这样，把您这个练功的方法今天在这儿，您给我表演一下行吗？可以啊。想学啊？想学？想学我教你。一共分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就是要活动活动嗓子。就是练练声吧。练练声。第二部分，唱的音阶。音阶懂吗？那懂，哆瑞咪发嗦，练练音阶。第三部分就是把你准备好那曲目反复练习，三天之后你歌唱家，没错。就那么三步。三步，您给来了，我给你来了。记住了啊，一定要蹲好啊，蹲好。最我功夫最深的时候，我这俩格楞棒能搁在脊梁后头去。这爪啊，这手手，这手摁住了啊。第一步喊嗓子。有什么干扰好像这边。这是狼叫唤呐。他非得把这母狼给招来。你抖音阶抖抖，大家要记住，唱歌一定要找着抖。现在很多歌星连抖都找不着。是啊。抖抖抖抖，瑞咪发
索拉西托。还有这个哆瑞咪发索拉西托托，怎么样吧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爱听不听就是饿。哦，你好。下面我给大家唱一段曲目，第三部，您就看看我这气够用不够用。好。将酒宴，摆酒宴在，嗯，曲宴宴。